装一下，看不出来是你，看不出来是我，好不好？我今天帮你准备一下，但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我想找的东西。其实我们乔装是多余的一件事情。咱俩的口音，我跟你讲。咱俩是什么？你好，上海人。我们今天目标要演上海人。那我们是陕海宁，怎么说？好了，陕海宁，买吧，买吧。马尾起。怎么像打架一样？马尾起。要骂回去是吧？路上。罗比尼亚。很便宜的。罗比尼亚。罗比尼亚。罗比尼亚，阿拉斯加，买起，罗比尼亚。一般说自己是上海人的都不是买起。不要搞了好吧？不要搞了好吧？我想问一下有没有胡子啊？胡子有啊。你要怎么样呢？他嘴巴好大的哦。哦，是给大陆的是吧？好美，好像娘。这个装扮，医生还是看出来我是谁，所以我觉得乔装还要再遮遮。你们要干嘛？你看，带有丝袜。师姐，师姐，我看完了，没事，没什么事。您在哪里啊？我回酒店放个行李，我就过去找你啊。环龙商场，你到了就打电话给我啊。请问有那种小喇叭吗？请问有那种小喇叭吗？请问有那种小喇叭吗？请问有没有小喇叭？请问有没有那种小喇叭？没有。有。他是挨个去问的。好小哦，真的。这个真的是小喇叭。声音可以变大的吗？啊，这吹的就有声音了。吹的。吹。你怎么弄啊？我想说话会变大声的那种。谢谢你啊。哦，玩具店这是个。请问有没有那种小喇叭？就是人家导游喇叭，对不对？对对对。你要大的小的继续看、哦、有小的小的还真有真有哎呀姐哎呀眼睛怎么样被打了谁打你啊我妈妈报仇这样你要买这个十块钱一个这个好厉害！对啊，这个男生的。老板多少钱？一百一个。一百一个。老板的耳朵都。我知道了，我用完明天拿回来还给你，你继续卖。我们不接受回收哦。这个我都讲不出口。那给我看这个，给我看一下好吗？你确定你要吗？哎，现在我们买两个能便宜一点吗？那就是我们买两个能便宜一点。我没有要贵的价格，我们平常130，这个100。100，对。那你买吧，你买吧。本来120，你知道吗？你要不要买一个？我拿了，我看看。我100啊。对对对。我以为你们认识，吓我一跳。认识了。刚刚认识了。我去跟师姐聊啊，就是台北那么多夜市，香港很多美食，然后刚好听到师姐就说上海那个外滩那边有开一家新的夜市，然后我们就想要去体验一下。不要走，先不要走。现在是这样的，今天我们不是摆摊吗？但其实摆摊是需要一个程序。但我们没有申请那个。那怎么办？所以我们到那边，然后希望人家可以让我们在他的摊。哦，帮忙卖货。对。哦，好特别啊。对。你是谁说我是黄子韬？黄子韬。我们要不要戴口罩？再等一下，不然会被认出来。黄子韬，
主要是人家认他你是黄子韬啊。对，人家以为我是黄子韬。那我要戴假发吗？你不用啊，我帮你准备好了。你帮我准备好了？耶、这么厉害。好好好。